什么？别闹啊！全体下山，快点回去睡觉。不是吧？刚上来不就累惯了？陈老师，我们从来没看过日出，超级想看。对对对，对啊，陈老师，我们聚在一起还挺不容易的。就让我们看一怎么，陈老师？要不就让他们看吧。天这么黑，回去路也不好走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晚上还有夜盲症，我什么都看不清。 对，我近视八千度，我就是个瞎子。那你更不用看了，陈老师。行吧，看吧，看吧，这么可怜。但是啊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回去以后你们每人给我交一篇关于看日出的心得体会。好，行。好，陈老师，留孩子们自己在这儿也不安全，要不我们一块儿看日出吧。 那好吧，别起了。同学们，太阳升起来了，别睡了，快醒醒。醒醒了，小白，小白，静静，这是哪儿？啊？ 太阳车来了，到站了。天哪，看你睡的。啊。美不美？太美了，这就是日出啊！好美啊！ 合照吧。好，要不我们一起合个影吧。行啊。我们合张影。 来，我走。啊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到这儿有话对你说。早上好，大鹏。Morning。 又是我哥了，哥，啊，高湛又是我哥了。